那我上次有讲说我们的那个铁哈，这个叫铁嘛哈，有一种叫蓝叶铁，所以它相当程度有一个叫蓝叶铁的写法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它就是特别注意一下，你看一下哈，看对不对？点缩笔，点缩笔，从这里有点蓝叶铁的方式，所以蓝叶铁都是就是这个地方不要按太重，不要按太重，慢慢重下来变成。用卡卡大块了，对吧？所以兰花的叶子，哦，这卡散，这卡卡散，中卡肥。你要知道哈、哦，兰花有没有？它不是像一般的皮肉啊呢，哦，重纤米一样的哈，啊，特别注意一下。好、哦，你看一下，我再示范一下给你看。你看，你要会写哈、哦，会写就会如鱼得水，因为这种字很好写，很好看。你看哦。点回收，点回收，点点，然后转过来一点点就好。点回收哦，点回收，从这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好看了哈。好，那窗呢？你写的太窄，这写太窄，为什么会窄呢？是格子问题？嗯，应该不至于。好，写给你看啊，你看啊。点点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竖点就可以了。然后从两边点，然后从这里再这样，对不对？切下来这样，好。然后呢，点回收，回收，然后，好，哦，然后从这里转回去，有没有？笔尖，好，这样拉下来以后勾起来。其实也是有点背式会更好看的哈，然后从这里，哦，再切了哈，好，点，然后这个，看一下哈，看你的感觉就是长长的，好写的比较压的比较紧扁扁的，哦，字会不一样的感觉哈，然后这个是有一点弯啊，注意一下弯哈，啊，这个肉的写法呢？它这点是这画是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样下来，哦，然后呢，第一点点在里面，第二点点在外面，然后再出来，所以呢，它的字有点感觉，就是说它在表现那个造型，哦，好，你看哦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在外面，然后的话过来有点斜，然后从这里往上再往下，往旁边出去，哦。然后呢，从这里，这样才好看，啊，好剑还好，风还好，你这个字写得很漂亮，好乌也还好，这个不要出去哦，啊这个剑有问题，啊这个五写一五给你看啊，你看哦，点在中间对不对？好，买一送一，点以后再画一横画给他，好来，这画画到这里。一、二、三，把它距离拉开，差不多一样大，有没有？好，这画画过来以后，哎，这画画过来变成这样。哦，因为画过来就是要单只画啊，所以买一送一啊。哦，好，点，收笔回来，安心比较碎。好，哦，啊你看那个剑啊，再送你一个剑，你看。这样下来，对不对？缩笔从这里重，好，好一画，从里面拉出来一点点就好，拉出来一点点就好，然后上去，哦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平行按上去一点点，哦，啊，这个黄呢，哦，买一双已经伤多了。老师，老师送好多哦。哦，老师来上这多，所以几个人尔，我着爱改到九点外。好，哦，你看，好，加油了哈，哦！啊，这也是你的，对，再加油。其实结果还不错，笔画
再注意一下，看来我就睡哦，就这样我睡。好，好，加油，来，唐再来是谁？我还以为你叫，这一本字体的字很美啊，但是你们写的时候不好写，因为作者跑来跑去，字很美，但是跑来跑去。目前绝版，新的出来了，没看到？新的出来了，但是新的哈、哦，新的看不破它贼了。